我爱闽南语，精彩提前在。我落雨，海玲王，我全部听伊来讲故事，听伊来讲道理。强啊，强强强强，骄傲个性，使得地方文化哦失去一种生存的土壤。但文化就多样性啊，你是全国统一就一项啊。爱讲爱说爱乡里，我爱兰厝闽南语。想听想看想参与，兰厝节目欢迎你。欢迎收看，我爱闽南语。鲁班啊，哎、欸，最近拄着啥代志哦？我有艰苦心呢。嗯，艰苦心嘛，是啊。因为讲我拄着一个是咱泉州的小朋友咯，从细汉的囡仔咯，然后了。伊跟我咧讲普通话是哇，相当流利，而且他咧发音阿标准呢。我讲学堂教咧好，这条是无错。这个你行一行，闻的时阵读到一个外国啊，快人歌咧。哇，是你国也快人歌。A B C D 刚刚都唔在得去了，听到说特别忙。你讲是英语啊，讲也好。我说你，我想说啊，南厝人，南厝的囡仔咯，啊，我那边来去吃嘛，伊说我咧，你要吃什么菜？闽南语交流先。哎，钟姐姐，我听不懂闽南话，哇，好凉哦，这。诶，亲像云南啊！这种情况更不是高嘞哦，现在这种情形真多，真多小朋友哦，都未晓讲咱这个闽南语嘞。但是作为泉州人哦，这个未晓讲闽南语，确实可能感觉真不应该嘞。热爱这个家乡，应该就热爱咱家乡的语言，热爱闽南语。我感觉吼，学习这个闽南语从阿姨啊开始抓起嘞吼。诶、那学堂的老师啊，个家长就创造一个这个闽南语的环境，包括这社会国家，是，皆着等于一个学习这个母语的环境，等于来了解咱闽南的文化脉络。无得，学习闽南语也着用囡仔来抓起，那也着从咱开始做起。所以今仔日咱一句，我爱闽南语哦，是咱开播以来有史以来，请到这个嘉宾年龄最小的了。开始用囡仔抓起了，囡仔抓起了无得，而且咱就有请来三位嘉宾。啊，咱的阿姨先挂，大家来喽。哇哇，确实哦，今仔日请到是咱开播以来有史以来。请到最年纪最小的三位嘉宾哦，来介绍一下啊！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爱讲爱说闽南语的吴尊。吴尊是咱这帮的老朋友了，老顾客了哦，是咱的这个动摇冠军啊！动摇冠军应该所以今天应该是要跟我们带一首动摇哈，来，先，先，而且有人点解啊？开始。天乌乌，月落雨，海玲王，我全部孤车笑，琵琶歌。水果光叫目头头，菜园家己享辛苦，好爷打顶来笑咯，笑着一个水查某。水查某，你是定着念好时阵吼，搞着体现出是水查某咧。标导姐啊，算了，新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恁的好朋友包莹莹。莹莹，莹莹，作为咱这个闽南地区的，就说观众朋友，有的应该是也熟悉了哈。也熟悉了。跟大家讲者，最近参加什么节目？因为我最近有去参加湖南卫视精英卡通的《中国新生代》哦，取得袂歹的成绩。哦，中国新生代，假设是对了，得一位老师啊，陈明老师。陈明老师哦，流眼泪了，是因为你唱到奶奶的时候想到她了，是吗？是。哦，陈明老师也要听咱的闽南语喂。不要听。因为你讲啊，就加陈明老师说闽南语哦，你介意不？有啊，你介意什么？你介意什么？我介意，因为伊想要知影爸爸妈妈，或者阿公阿妈怎样说，我够介意。哦，有介意，会晓无了解嘛？还好，还好。啊，你腿稳短波了。是是，我用囡仔抓起嘛，那囡仔就开始。你教来。而且，咱关于请演员唱这个歌哈，好先。来，演员唱者。听伊来讲故事。听伊来讲道理，阿嬷的教示，叫阮大汉做人，着爱脚踏实地。哦，我衰过好滴啊，也感动了哈。而且，好，你这个是咱的傅莹莹，傅莹莹，哎，这说来注意哩，哇，这个是最幼的哦，最幼，这个上幼的，来自我介绍者。大家好，我叫吕行宇。吕行宇，大家好，我叫吕行宇。哎呀，我来绕口令先，给我绕一首吧，就要绕口令。我也蹲着。来绕口令，咱给他着
来给大家看，对，让你讲头两句来。爸爸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爸爸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跑。我太稳了，这个儿童话聊桥念念了天吼，咱今仔来等下就好好了。可以，闽南语。哎，可以，这个闽南语怎啊？是不是闽南语跟这个普通话，佮讲了也好。嗯，而且来等。期待他这个表演啊，可以表演者，而且咱就有请三位嘉宾入座了哈。有请。说来是咱们隆重请出来，就是咱每期都会请到的这个导师啊，导师你每期去跟咱做一个发现，做一个探讨，为咱解释。那咱今天哩，大家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陈立新老师，感谢。还不做金牙头咯，是。今天哩甲三金那里说一位。啊，咱这个阿姨心肝大家真好些咯，哎。咱今日个钟红姐姐跟冰冰哥，冰冰哥，哎，钟红姐姐来问恁妈哦吼，这个平时有经常讲这个闽南语无？大家讲嘛？讲出来个安尼，个讲闽南语，闽南语吼，讲了家讲说家闽南语讲了好。做一个自我评估者，英英先生。做闽南人，我感觉应该是在讲闽南语。啊，做闽南人在讲闽，我这个意思是。阿贴哦，你讲了怎啊？不是也好嘛，交专业的老师比，我都比较专业哦。交班的同学比就是相对的较好，因为班的大概计是去计城市人，而且大概讲你是农村人啊，我是城市的农村人，咱两个嘛是上边的哦。啊，你个钟红姐姐想啊，讲较好啊。钟红姐姐讲卡好了，也要岗位，没爱做主持人啊！笑，这鞭策我，这里把他们给我讲我。大家好，讲属于我一个无证主持就好了。新生代哈。我对你这里这个音发不和谐，这个音包括咱的电视台、的电台在播音员接接收的，都是你的，也错通的，好还是歹？你读出啥？好是老好啊，不是好啊，对。好，哎，对啦，好，所以说，咱的节目就是安尼啦，哈。伫咧讲的过程中呢，咱的老师讲，甲恁指导者啊，这个闽南语就讲到如来如何。好啦，参与咱的这个，我爱闽南语，可以学较多的这个咱闽南语的语言。无大，好。而且，那问了这三位这个小嘉宾哦，咱说了就要进这个环节。哦。哎，今仔日咯，带有几组队吧？有分这个比较较容易、较贵哈，啊，较恶。好看，够看二，冲嘴巴，泉州人无这种表达方法，无这什么二的，就是咱这个程度是无常的，贵容易，贵，第二程度是二，第三程度是难，二是比，容易看。较好差一些，但是比难还是较贵。啊，我这个是有听过他，你不是什么哦的，我说你不听人的说。贵，牙贵。贵，啊就是。上贵，难，难是最难的听到是比二，够卡，够重，够卡重了。好掉了，感谢感谢。而且，来赶紧来选对吧？哦，小帅哥选哪一个？选容易。欢迎你，欢迎孙小蜜。二呀，哇！哎，你无证你无证，算到你几算？难的啦，上难的咯。因为你的年纪也讲啊，上大吼。爱心高分配了。爱心高分配。好，来，准备好，现在来三一节嘉宾。好，那就来。感谢喽。第一吼就是说较贵哦。来，看头先吼。第一吼，咱这里玩耍，玩耍的闽南语中的叫啥呢？佚佗。佚佗。有。无当了哈。嗯。第二队。我好高兴啊！高兴的闽南语叫做“强”啊，“强”强强强啊，强啊强！你是属于高汉语，高汉语哇！好，第三轮，开水的烧掉，开水的烫，闽南话喝杯开水，烧水哦，烧水，你说开水烧水，唔对咯，嗯，因为水的温度无同啊，烧水。七八十度啊，叫烧水啊，开水一定是滚水啊。对啊哈，自行车的闽南语怎么说？自行车是用什么踩的？卡卡对了，卡啊踩的踩嘛，南部的叫啥？犁犁犁好，宝宝犁啊，车里车
哦，安利的意思是叫做卡里车，卡拉车，卡拉车，你说卡拉车啊，卡拉车，这也是就是早音早早调，早调啊，这个应该比较标准卡打车嘛，卡打车，赵子雷，你我他，嗯，闽南话怎么说？你怎么说？嗯啊嗯，对啊，然后呢？我哇哇哇他一。一绿哇一一绿哇一，这个就是 Q 的问题，也是属于闽南话，闽南话哈，你无带了哈。咱这个福城泉州城，离开这城一带安尼音就无同了。我说你听嘞，一旦出去到大门啊破，到回湾，就音会变了。这边到青阳就晒过一个调，多一个湾海恁那路较高的泉州。这边向北向。杭州梅山，梅山卡过，啊那永春调回安徽的元帅，一改这个，再调掉，所以这个小小的所在哦，变化是，我十方就不动向啊，十里路就无上咯，无上咯，但是计听会晓的了，基本教你是无成问题咧，是是，这轮到莹莹了哈，莹歌唱得好，闽南语讲得好听啊，莹会紧张未？啊未，你选到的是说，较恶的哈，较恶。热闹，闽南语怎么说？啊，老年，老年，哎，好，再见，老年，不大了哈。第二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向你敬个礼，我太碍眼了哈。对不起，闽南话怎么说？嗯，排泄，排泄，啊，排泄酒啊，排泄是酒吗？你说泄泄，嗯，排泄，同意，同意哈，排泄，嗯，排泄表情，你表演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向你敬个礼了。好，第三对，陌生人。闽南话怎么说？那是什么人？没在开房内。不识西人。不识西。哎，啊，这是有点台湾腔哦。不识西，一嘴，咱阿哥就说叫西混人呢。西混人。西混。西混人哈。西混人。身份人。啊，很多闽南关系就不识西。没得选择过咯。我实在，我实在，啊，受不了，都说的是对，受不了，我就受不了你啦。受不了，闽南话怎么说？冻未调。冻未调。我的，我的，你是听我的表演者，你给冻未调。好，最后一句哦，你看，二淡薄哦，你要去哪里？回顾位，闽南语就是。你要去得乐，我刚刚发深情啊，也结果也跟咱也有底啊。你要去得乐吗？就是这样子咯。有一时啊，真刚强啊，有时啊，真刚强。多人啊？算真刚诶，算真刚诶。有这个音啊，要去得乐，得乐，得乐，像那个得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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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个音。整体这个对了，哎，就嘛。不错啊，不错哈，表现还袂歹，再鼓励一下。我来讲，我来讲，我来讲，来来。那说到要看咱这个乌镇的哦，是比较较难的地方咯。那这难的地方就倒掉去啦。咱头先是这个说普通话来看选跩嘉宾，闽南语怎啊说？那说来就是咱按闽南语当中比较较特色的几个词，讲出来啊，看卖这个乌镇是毋是放说出伊的普通话就怎啊说？吴镇，你准备有线没？我对应该是阿姑有信心没？哈，有信心没？给力一点！啊，今天哈，伦哥烧是什么物件呢？火锅。给力对。给力对哦。诶，无大无小是什么意思？没大没小。啊，你捌同你妈讲着这个问题？啊？你捌跟我妈着？捌同捌同爸说着。干哪？你做啥物代志？做啥物代志啊？秘密。秘密。无大无小。啊，这个人我是有嘴无虚啊，给他有嘴无虚啊。而且第三个是爱水无惊流鼻水是啥物意思？就是形容伊嘛。就是说爱水嘛，就穿啊，比如假设是寒人咯，啊穿用个热人的衫，用个公主裙咯，啊穿啊寒咯，啊就流鼻水。阿红都无爱问。温度了，是安尼啊咯。这个经常做这种代志啊。你说你爱水不？你爱水不？你说你爱水不？大概查某囡仔个嘛爱水，爱水啊。实际上，包括种查某囡仔也是爱。第四句是三不五时嘛来斗阵，这句是什么意思？